今天才知道，原来用18钥匙啊，可以将两个同样粗细的 PVC 管呢接到如此。那怎么接的方法呢？特别的简单，今天分享给大家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两个 PVC 管呢是啊同样的粗细，大家看，它们呢是同样的粗细，我们只用18钥匙啊就可以把这两个管子呢对接到如此。如果我们没有专用的接头，那这种管子是没办法接到日期的。现在我们就用这把钥匙来对接一下。大家看一下我是如何对接的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找个加热的工具把这个管子加热一下。如果有热风枪的情况下，我们用热风枪，没有热风枪我们用这个打火机也可以把它加热。我们直接呢这样加热。打火机加热之后呢比较丑，表面都被熏黑了，但是呢不影响我们使用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来这样用钥匙呢给它扩一下孔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呢对一下。大家看一下怎么样，这样就对接上了吧。我们再往往就这样对接，这时候呢就差不多了。这就是我们用18钥匙可以把这两个管子呢对接的一次方法，非常的简单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有不同的好方法，我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一起来交流学习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